还有什么事吗，何处长？赵大年的盯梢结果怎么样了？没有什么问题。赵大年现在可能是有点疑心，一开始他可能是察觉了，也不知道后来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总之，现在我们盯梢盯了半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如果再这样下去，一个星期的话，我们必须要撤岗了。监狱里关的那批闹事的人，档案做的怎么样了？为什么要给闹事的人制作虚假档案？他们也是出于爱国目的的热血青年，只是行为激进了点，而我们却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关进了监狱。 为什么就不能接纳他们呢？我们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谎言。既然大家是一样的目标，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容不下他们呢？这话你都跟谁说过？没有跟谁说过。你这个爱逞强、为别人强出头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管好你自己。去，把资料给我拿来。还有其他什么事吗？怎么，你又要回家？你这两天天天往外跑，到底在忙什么？ 那你就在这儿待着，没听说过学员比主任走的还早的。你到底在干什么？别让我盯你的梢。我在给谭瑞玲准备生日礼物。什么生日礼物？费这么大劲儿？我这几天在学钓鱼，谭瑞玲她喜欢做饭，我想在她生日的时候钓条鱼送给她，让她做着吃。你还是小孩吗？这点破事要费这么大精力？何处长，我一定会完成我该完成的任务，绝对不会耽误任何的工作。 屋里的人呢？你。
会知道是我对他奶妈下的手。到了那时候，好了，不要说了，我会让你没事的，你放心。 有什么情况没有？报告，没有。钟雨，请进。是。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放开我！千万不一定要替我奶妈报仇。钟离，你冷静一点。孙玉君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原因，你不想知道吗？我当然会知道，但我现在没有办法看着他这么无动于衷。这就是你奶妈最不想看到的。所以她千叮万嘱，在你能力不足之前，千万不要做任何事，因为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你现在要我怎么办？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吗？你要让我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做不到。钟离，总会有办法的。孙伟军和贺俊峰不一样，他的分析能力一流，但他行动方面弱一些。我觉得你还有得手的机会，而且他在这一行里输的不少，让我来帮你。不，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我必须要自己动手。 那你答应我，千万不要冒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千万不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为了所有人，为了罗逸飞，你也要保住自己的性命。那你怎么会知道我今晚会在那儿？我一直跟着你呢。跟着我？是。上次贺俊峰的事情之后，我很后怕，我知道你还会继续追踪，所以我这几天一直暗中跟着你。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你别忘了。 我也是特训班的优秀毕业生，许正帆。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我拜托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说吧。别再跟踪，让我自己动手。好，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冒险，不要冲动。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有任何一点危险，就不要动手，明白吗？ 报告，进来。这是何处长让我转交给您的，赵大年的监视记录。这有点心，你吃点儿。不用了。哦，对了，你问一下何处，下午党部开会，他要不要去啊？党部开会？对，西山会议派那边都烦死了。他如果去的话，我们俩还可以做个伴儿。 很远吗？有点远，在靠海那边别院开会。好，我这就去告诉他。好，去吧。 看来替我奶妈报仇的机会到了，但我不能让她和何云在一起。 何处长去哪儿了？在里面。何处，孙处让我给您带话，今天下午党部开会是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事。唉，又是西山会议派，这群害群之马。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让您歇着吧。一个人去？是的。也好。
孙师傅，过来跟您说点事。您今天出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走了，再见。孙师傅已经连上三趟厕所了。怎么回事？拉肚的拉肚，出车的出车，我马上就要迟到了。是，我难得出去开一次会，叫我自己开车。 对不起，已经连上三趟厕所了。我路上还得看文件呢。对不起，孙处，真是没有。真够可以的，你就混本。哎，孙处，开我的车去吧。哦，好。要不我送您去。好。坐稳了，出发了。 能修吗？我看一下。别处，怎么了？啊？哟，老何，你怎么来了？我想了想，还是和你一起去吧。 老何，你有没有觉得钟离有点反常？他就没有正常过？怎么讲？对于干咱们这行的说，他的所作所为就没正常过。哼，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是他的直接上司，我就问问。老孙，真是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不过谨慎一点是好的。 党内斗争这么激烈，西山会议派如此猖狂，我觉得你应该申请24小时警卫。有这个必要吗？还是有这个必要的？党代表是怎么死的，早就有人放出风声了。他不做任何措施，才白白送了条命。你怎么知道的？你天天坐在家里搞情报，我们在外面跑行动，消息自然要比你多。哼，小心驶得万年船。嗯。 都给我站好了！从现在开始，都给我警惕起来！是。看来孙处对我产生怀疑了，他的警卫加强了不少。
汤来喽！知道吧？今天楼下的阿婆宰了一只羊，给了我这么大一块羊肉。我就按照我们老家的做法，把它给你炖了汤，还加了几颗绿豆去腥气。你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你煲的汤肯定好吃。不过呢，煲一锅好汤，它得煲一天，至少也得煲个大半天。但是今天时间不够。 将就喝一道快汤吧。快枪。快汤的意思就是简单的。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感兴趣。对不起。钟离，你以前是个很乐观、很开朗的人，怎么现在整天愁眉不展的？那又叹气，叹什么气啊？能不叹气吗？ 想做的事做不成，眼看着杀奶妈的仇人自己却无能为力，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哎，你还有工作，你的工作不是很好吗？好什么呀？人人都有个好上级，唯独我，每天都是挨批评，何处讨厌我，恨我？哎，别乱说，何处他恨你干什么？他要是不恨我。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自从跟了他以后，他从来都没有表扬过我，一次都没有。不管我完成了什么样的任务，他给我的就只有批评、责骂、不自由。你的烦恼就只有这些吗？孙维君、何云、你奶妈，还有别人吗？ 吃饭吧。我想吃饭之前先喝点酒。好，给，干杯。
你说什么？别给我装蒜，你想动孙维军门都没有。你是真的对情报感兴趣吗？真的想帮忙吗？你只不过是在找各种的机会接近孙维军。我告诉你，如果孙维军出事了，我第一个就告发你。既然你那么肯定，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告发我？因为我是你的上司，你做了丑事还会欠。人命颠倒黑白吗？这就是政治。你放心，不会动他。这件事就是做给英美人看的。什么意思啊？比赛，哎，来，哎，不合作的往这放啊，不合作的放到这里。我赌不合作，国共这次肯定翻脸，看看那个舰长就知道了啊。听我的，没错，来，没问题，没问题，来，我告诉你，共产党不可能翻脸，绝对不可能翻脸。来，赶紧下注啊，机会难得，庄家一赔三，哎，买定李水龙啊，快点下注啊，哎，干嘛呢？卖艺呢？卖什么艺呀？这都看不懂啊！钱主任，甜甜啊，这数可不够啊，一赔三啊，就这么点了，都输光了。算了，你们赌什么？哎，
对共产党下手，我们赌结果。好，哪儿像个大男人呢？哦，找我有什么事吗？嗯，我想要个实习生，琐碎的工作太占时间，得不偿失。啊，随便挑一个吧。钟离。钟离。钟离和我在苏立文的任务中配合得不错。钟离必须要何云那样的人才能压得住，你应该带一个心细的。钟离跟何云之间相处的不好，上下级之间没有足够的默契和信任度，这样执行任务会很危险。何云跟谁都是冷脸，你跟他谈吧。哎，怎么了？气成这样？人要是笨，真是没有办法。谁呀？钟离。你跟他合不来，干脆换个实习生。那钟离去哪儿？要实在没地方去，就去我那儿，我先带着他。怎么了？你为什么要钟离？你们俩相处不融洽，做任务会很危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还是建议你换个实习生。贺俊峰，我对你的想法不感兴趣。但是我告诉你，钟离哪儿也不能去。
attempt to bring truth to the parliamentary decision has accepted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Truman, led the delegation for you. How about the hosting security? Truman, each item on the agreement star are crucial, not Nicholas. Secretary Nichols, route to employment. No problem.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Okay. Thank you. Negotiation. Okay. If successful, we could be again.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We'll get into trouble. You look carefully. On page two. Do you think Jangachek will agree to our terms? Prime Minister, meaning you need to be done. Hey, 放这就可以了，出去吧。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but I'll do my best. I trust in you. Call over there, Sam. That's a crash. That treat has been arranged. If need negotiation, your credit can be large. Prime Minister, we are ready. Not too much. Sermon, also have any question? Has been arranged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commands. I know. To our corporation. Cheers. Cheers.对了，今天奶妈做了好多牛肉，我们吃都吃不下了，特地给你们送来一点。哎呦，杰飞，这怎么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是吃完了，倒还给我们解决了一大难题呢，我们还得感谢你呢。你让他吃，来，杰飞，来，杰飞吃，来。等姐姐以后挣了钱，天天给你买金牛肉吃。好吃吗？妈，阿姨，你没事吧，妈？阿姨。没事没事，你们坐啊，我进屋歇会儿。一菲啊，你妈病成这样，是不是该去看看病啊？是啊，等两天再说吧。你们家怎么这么多衣服啊？这哪是我们家的衣服？这都是我妈跟我妹妹挨家挨户求来的工。一菲，我没有多少钱，你先拿着用吧。你这是干嘛？我们家再穷也用不着别人施舍。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帮帮忙而已。不必。你如果真的想帮忙的话，那就请你离开特训班吧。我们这个家你也看到了，你们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你们理解不了穷人的日子。我绝不能去海岛，绝不能。谭瑞麟，我拜托你放过我们吧，我替我妈跟我妹妹求求你，你放过我们吧。你这是何苦呢？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早晚都得说出来。可是他也有他的难处啊。我所有的希望都在特训班，如果我失败了，我们全家就都完了。你呢？奶妈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如果你去了海岛，她一个人怎么办？谁来给她养老送终？不会的，我们一定会有办法，一定可以挺过去的。你在这里想什么呢？大家咖啡都没了，赶紧去续杯吧。吴秘书，又怎么了？代表团哪天回国和国民党正式会面？哎，你怎么关心起这个来了？能让我参加吗，吴秘书？我求你了。罗逸飞，我知道你不甘心做这个，一心想出头，可是就算你跟着去了，你又能做什么呢？你啊，连会场都进不了啊。吴秘书，就让我去端茶倒水，让我去站岗放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真的不能在这个茶水间再待下去了，我快要发疯了。